店外天寒地冻，店内热气腾腾，客人们在这热辣滚烫间享用着美味，新手打工人谢可寅也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，业务还不太熟练的他将会怎样应对顾客们提出的需求呢？谢谢。那个打小料在哪儿？打小料在这边啊。要不你带我去吧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小朋友呢？小朋友带着打小料去了。打小料去了。哦，吓死我了。这边、您这边请。那这边是我们打小料的台。啊，谢谢您。我下次给我调一个你的秘方调料。我的秘方不是派。没有哈，就是牛油锅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蒜吧。蒜，对。吃辣吗？吃，吃，湖南人。哦，湖南的蒜。对。不早说。你的口音没听出来吗？口音还是比较轻的呀。这一份是你的万能小料是吗？是的，就是怎么样都好吃。不加香油啊？加了呀。这不是香油吗？怎么那么多油啊？不然你油肉都怎么长的？这是我为您来打的这个秘方。把整个调料台都端过来了吗？第一个人人多，多吃点水果对身体好、这个是干料，随便你们蘸什么。然后这个是麻酱，然后这个是黄瓜呀什么的，先念一下噻。好好，谢谢。我有点走过扛噻。这边也放下，好了。我就这样看着他们吃啊。我呢？我呢？嗯，你好，对，对，这个接一下吗？哦，吃饭呢？对对对，坐坐这儿吧，请坐。嗯，对，菜单在这里，然后您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可以先选锅底，选锅底就是让他们先给您上，因为锅底需要时间。那就这个，还是这个？牛油锅是吧？对，行，这可以，就这几个得了。来，好嘞。好的好的好的。认真打工，硬核科普。登录中国联通手机营业厅客户端，加入中国联通握派，一起做我喜欢的。来，那咱们先自拍自拍，然后先做我喜欢的。来，做我喜欢的。三二一，做我喜欢的。就是这个是你们自己带过来的吗？75%的酒精。嗯，这个很易燃的。哦，没事。这没事。我们这边是明火，就是您要不然先我帮您先收起来，您一会儿走的时候帮您拿着。那行吧。您拿这个酒精干什么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话说太多了。哎呀，这边火扑了，关小一点，关小一点，关小一点。刚才小朋友的爸爸是要我陪他吃，还是让我就是陪着他？陪他，没让我陪他吃。宝贝，你吃完一会儿凉了。吃不辣的哈。来，三二，炸鸭子。炸几只？炸五只。炸三了。啊？啥？来，这反应也太慢了。不行，不行。哎，快乐是他们的，我是孤独的，我好惨，我在看着你吃。对了，你爱吃鱼吗？那你爱吃什么？爱吃这个。那你喜欢小动物吗？喜欢呀。有专门帮忙小动物的。我的腰嘎耶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公园，我们这个火，我给你加点火吧。你好，什么？火是不是没开呀？火开了呀。你帮我们加大一点吧。你好，那个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是那个桌啊太吵了。能跟他说一声吗？小孩来着。经过亲力亲为，贴心服务每一桌客人后，新手打工人谢可寅越来越熟练，也渐渐能做到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
但是随着客人越来越多，需求也越来越多，筋疲力尽的谢客银能在众多客人之间周旋，妥善处理好顾客的投诉吗？